下子顿时没有工作，上有父母，下有三个小孩，你看这怎么办？所以我就觉得县政府他们这样做哈，有就觉得真的是对我们这些劳工来讲，真的是非常的残忍。他们都没有想说这些人要怎么办。如果我们现在今天不站出来，谁要帮我？对不对？这样。 那没有给我们一个缓冲期，什么都没有。那当初就是彰化县政府他们停发许可证是完全没有给缓冲期，没有，最少要给个缓冲期。就是9月29就直接说，那我就不发了。对啊，就是没有，说停就停啊，说停就停，对啊。那一个政府这样子这样对吗？对不对？哪有人政府这样子？至少要想一下我们劳工，你。 这个空屋问题，我是觉得说他后来有讲说要杜根嘛，我是觉得说他是不是因为后面的杜根的利益，所以说要我们关，然后关掉之后他就开始做这个杜根，然后草地，你看那个后面的利益多么庞大，你看看可以是不是可以拿多少？少了，我不知道。员工饿肚子了。对吧？那台化有没有帮助你们？比如说有给你们一些生计的生活费啊，或者是？ 目前还没有，我们是希望说我们能够做到退休。如果不行的话，至少有个缓冲期，好，让我们做改善，让我们这些劳工能够再继续做下去，好，有一个心理准备，不要像现在的县政府一样，跟土匪根本没有两样，是这样子。今天我们为什么站出来，完全是因为劳工的议题。 劳工的生存权、工作权，县府不但没有给予保障，还抹黑企业、打压劳工，这算是地方父母官吗？不算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要站出来，我们今天也要给自己加油。 其实哦，伊身为一中华团长是地方的父母官啦，伊要中华进步，这是无可厚非。伊要都跟，但是你一个一个父母官，你无法度照顾人民的生活。哦，你讲要用这都跟要来征收土地，你含人民的，我这个制度讲，你要来甲处理啊？你一定要有配套措施出来，要有一个完整的规划嘛。大劳工，伫咧环保的付出，绝对袂减着一份力。 大化公司，甲遮个劳工，伫咧环保的贡献，绝对是优于咱中央上严格的环保法令。大化公司甲遮个劳工伫咧环保的表现，绝对是优于业界。这点，我家己才讲出来，就表示阮大化公司对外口的选人，阮的要求，毋是单只是劳权，阮的要求，就像阮的口号所讲，环保、劳权拢爱兼顾。我咧只要要甲大家讲。 彰化大化工会代志，都是企业工，大所企业、小企业工会代志，所以彰化工会只要有需要，企业内所有工会会差不多同款，安尼好。阮遮来拢毋是彰化的员工，阮是一群看袂到的劳工尔，安尼对不对？看袂到的劳工尔，安尼对不对？ 咱的蔡总统，咱的蔡主席，唔好阁袖手旁观啊！当然
你有叫环保署调介入来做协调，但是这个事件已经不是环保的问题啊，这已经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啊。所以，咱要加要拜托咱的蔡总统，咱的蔡主席，来各位用较积极的这个态度，咱邀请到咱相关部会，咱有关咱环保的环保署，有关咱劳动的这个劳动部。有关咱经济发展的这经济部，大家爱这各个部会爱跨部会来做协调，唔通阁予你的民众安尼抓冤家，安尼好唔好？咱拜托蔡总统好唔好？我们今天的最主要的诉求是环保、劳权要双赢，荷花四个正，立即不公。那环保要双赢的这个环保的部分是要怎么去双赢呢？因为环保我们做得很好，我们台湾的标准都合国家的法令嘛。李志光经济部长李志光也说，我们是合国家的法令，所以照讲，你四个正要发给我，但是县府他就刁难我，他不花。啊，每一次送件各两三天就退件，每一次送件两三天，所以他是故意的，要这一块土地。那个小女儿，因为她还不知道爸爸要失业了，那妈妈当老婆的人最感同身受，当老公失业的时候，她要怎么办？她今天站上台来。表达一下他当眷属的心声，来，让我们欢迎他，请他发表一下他的感言，好吗？好，台化加油，眷属加油，加油，真的也很棒。我们家族五个人都在台化工作，五个人。不仅仅是代表只有五个人，是代表五个家庭。今天我们台化1400位员工，代表1400个家庭，我们站在这里。我们选出这位县长，但选民失望，让我们非常的失望。我的姑姑从年轻一直做到现在，她的青春、她牺牲奉献都给了台化。台化，台化也是彰化市进步的见证。对，台化为了彰化的繁荣，所有的劳工都是尽心尽力的在工作，都是奉公守法的。的好市民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做错了什么，今天要被这样子的步步逼近，被逼死，被逼得我们逼着全部的人站在一起，争取我们自己的权益。而我们的主人公呢，我们的大家长呢，应该要保护我们的市长、县长呢，我们非常的无助，我们看着我们的孩子。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下一餐在哪里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房贷、我们的车贷、我们的之后的生活要怎么继续。为什么县长可以用一句台话没有理由留在彰化就把我们赶尽杀绝？我们做错了什么？劳工没有错，县长的政策错了。对，为什么一个决定就要让1400个家庭都粉碎了？凭什么？我们让地方部门关。我们现在站出来，争取自己的权益。我们不要再做政府的傀儡。凭什么一句话就可以判我们的生死？我们站在这里。我们呐喊我们的工作权，我们要我们的工作权，捍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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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工作权。好，我们在这边喊的
声音都破了，声音都哑了，幸福在里面吹冷气，有人听见吗？好，现在我们请我们的理事长，我们的理事长要为我们劳工去进行一项的协商，至少县府里面要有人出来面对我们劳工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理事长，请你发表一下。现在我先声明一下啊，因为县长不敢来。劳工的。县长不敢来。我知道了，我敢拍了。我来了。咱原谅一个做唔到代志的县长。副县长本来昨天答应说今天要接陈情书，但是也在出口。缩头乌龟。缩头乌龟。但是希望大家卖激动哦，因为这份陈情书，咱劳工处长才有心的打电话给我。讲家属若无人通食，伊会代替出来食，所以我即摆拜托各位，等下劳工处长若出来，毋通乱带物件，吼、哦，咱今日是仪式诉求啊，因为伊接任总是伊会转互县长，啊，咱即逝若无一个满意的结果，咱就上海道，好无？是不是有几句话需要对我们劳工朋友说一声呢？局长加油！局长加油！好，打个领结哦，打个领结，请咱准备过年，打个领结哦，快走处长、啊，各位辛苦的劳工伙伴们，大家辛苦了。从早上到现在，天气这么炎热，真的看得非常非常的舍不得。各位的心声我们都听到了，我会把各位的心声带回到县府，我一定是以劳工权益为最重要的考量。谢谢大家，辛苦了。